大家好，我是台湾阿童阿宏。今天呢，要来介绍这台三温暖个人式蒸汽烤箱。那我今天除了会介绍这台之外呢，我还会换衣服下去实测给大家看，这个可以流多少的汗，这个暴汗神器到底有多好用呢？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见真章了。那首先我会先介绍说，这一种三温暖个人式蒸汽烤箱跟我们卖的另外一种一整间小木屋的哦，那一种的差异性在哪里？一整间小木屋的就是像你去游泳池啊、饭店啊、健身房啊在使用的那一种一整间的烤箱，那那一种在使用就是你要整个人进去里面，那有的人用不习惯的人，他就会觉得说，哦，我才用十几分钟而已，我就开始喘了，我就觉得很紧迫了，我就想要赶快冲出去了，那你可能效果还没出来，汗都还没开始爆，你就受不了，效果就会打折。那一种的哦，可能事先你的家里要有规划好一个地方可以放，那个地方要有一个空间，那再来就是说那个地方要有220的电，还要是独立回路。如果说你那边空间没有这个环境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那一台小木屋式的烤箱哦。那这一种就方便多了哦。这一种就是说头你在外面，你头在外面，它也是会有蒸汽上来，你也是蒸得到脸。那基本上这种头在外面的好处就是说呢，你可以吸到很多的空气，你不会觉得很压迫。那你可能可以在里面待的时间就比较久，就可以待个30分钟啊，甚至说到40分钟，那你可以撑比较久，你流的汗的量自然也多，你流的汗的量多，你排出来的毒素就多，那效果就很好。所以说基本上这一种就很方便了，你在家里只要随处一个长110宽70的空间哦，110的电源，普通电源插去就可以用了，就这么方便，也不用排水，也不用接水管，什么都不用，就放在那里就可以用，各个家庭大大小小都可以用。我去换个衣服，换完衣服就来实测给大家看看到底可以流多少的汗。换衣服吧，这个往上搬，它过电灯就会亮，过电灯亮，那你温度，这个是温度，温度要设定，时间也要设定，这个绿色的灯就会亮。那我们现在温度给它设定在70度，时间呢我们设定在40分，大概预热时间抓20分钟啦，所以40减20，待会使用的时间就会是20分哦。那你也可以说，欸，等到它预热好你再自己转也可以。这个亮绿色就是蒸汽，往下搬，亮红色就是远红外线。好，那我们先用蒸汽，蒸汽的爆汗速度比较快，先用蒸汽。椅子拉开，这个里面这边就是让我们装水，那我刚刚已经先事先加好了，这样预热快一点。那这个里面也可以装药草包，药草包就是可以在台湾奥童买啊，也可以自己去中药房抓，它会跟这个水一起煮滚，打出来就是药草浴，可以流汗的更快。那水装好之后咧，这个椅子再放回去，那它这个是三段的，那我的身高170，我就是坐中间。好，再来蒸汽之外，在椅子下面，那这里有一支远红外线灯管，这里有一支，好，那他们是分开做动的哦。你用蒸汽的时候就有蒸汽，就不会有远红外线；用远红外线的时候，也就只有远红外线，没有蒸汽。那灯管，远红外线灯管的好处是什么？这种远红外线灯管它会有共振波长，会对人体产生共振。那这个比较深层，会深入人体的体内产生共振之后，它就会活化我们的细胞，排除酸痛，那还可以减少一些发炎的症状，那还可以增加血液循环，所以它的远红外线功用非常的多。那我们先用蒸汽，让我们爆汗，把毒素排出来。等一下等这边的蒸汽都上来，都是蒸汽的时候，我们人再进去，里面蒸汽量才够。那我们待会用20分钟就可以了。来，打开，哇，全部都是蒸汽。那这边呢，有个小门可以开进去哦，比较不会踢到。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进来。进来之后，做好之后，这个门先关起来。来，我们先把拖鞋拿走，然后这个关起来，这样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建议边看电视边用，比较不会无聊或是发呆。开始放影片。各位，我们现在已经用完蒸汽了，看我的衣服有多湿啊，这么湿。休息一下，我们再换开远红外线，让心跳缓和一点。中间用的时候，心跳会越来越快，这样子才能排出健康的汗，像你去快走、爬山、运动一样，排毒，血液循环更畅通，把身体一些不需要的毒素代谢出来，身体就会健康喽。每一个人在使用哦。没有说一定要用多久，就是用到你自己觉得说，哎，我流的汗量够了，你不要不舒服，心跳不要太快，你受得了为主。我才用18分钟而已哦，可能还不到，汗就流这么多了，所以这个流汗速度真的是很惊人。这个比我自己去
跑步慢跑流汗还要多。人不用出来，只需要这样往上搬。那这个把它转到红色，那时间基本上我们不用调，因为里面有控温棒，远红外线温度没有办法到达这么高、哦、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让它保持一直持续做动就可以了。用远红外线可以怎样？活化细胞、杀菌、解除身体的发炎酸痛。好、哦，好，我们继续。用的差不多了，汗的流的量我觉得也够了，这时候就可以起来了，没有一定说要用几分钟。那我们现在来看我起来到底有流多少汗了、啊。各位看到了吗？我的衣服。人都出来用完之后，可以再开个远红外线。再多开个十分钟，让它把这个箱子里面你刚刚用过的汗水做个杀菌，顺便把箱子烤干，这样子里面就比较不会有汗水味。我流的汗到底有多夸张呢？真的很夸张啊！这个比你去运动，那全部全部都是汗，这只是一小件呢、啊，一点点捏出来而已，都是我的汗。这样大家知道这个爆汗效果多好了吧？这样用完，通体舒畅，感觉非常好，感觉像是。去跑步，跑了5圈左右，回来流的汗就是这么多。那现在疫情也不方便出去跑步啊，也 不方便出去运动，在家里就可以利用这个在家宅在家里的被动式的，你只要坐在那里就好了，边看剧边用，或者是边发呆边放空边用，你就可以像我一样流这么多的汗哦。赶快大家一起用起来，我们直接做结尾。这个三温暖蒸汽烤箱。它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大量的排汗，像我一样，短短时间30分钟不到，流的汗就这么多，那可以让我们到达说，哎，像你去跑操场跑了很多圈，流的汗的量，短短时间你就可以流到这么多的汗，在家里方便使用，或者是说有的年长者膝盖不舒服，你要叫他出去运动，也可能也没办法，他只能在家里使用，那他就可以这样在家很轻松的就达到流很多的汗。把毒素排出来，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好一点，再加上这个有远红外线，它这种深入人体深层的共振波长、哦、可以让人体产生共振，活化我们的细胞，治酸痛，那你就是可以消除一些发炎的地方、哦、让血液循环好一点，还可以杀菌。所以这个烤箱我个人是蛮推的啦，如果说、哦、你想要排毒流汗的人，可是你又不方便运动的人，你也没有时间去运动，你一下班回家你就很累很辛苦了，那你回家你就只想要躺在那边追个剧，可是你还是得流汗，那就很建议你买一台这个哦。那我们台湾阿童有各种材质的，快木的哦，檀木类的，欢迎至我们的官方网站，在这边看我们的有什么样的品项。那我们的脸书也有很多的介绍哦，到这些地方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阿童在卖的这个三温暖个人式蒸汽烤箱，推荐给大家哦。记得订阅、分享和追踪，大家再见。我在这边实测一下，刚刚我流的这些汗呢，到底有多少？先声明一下哦，绝对没有把这些拿去碰水，这是我刚刚直接换完衣服就拿来了，澄清一下哈、哦，以免有人以为说我有拿去碰水。来，这是我刚刚的衣服。哇，太夸张了！哇，太离谱了！应该没有人要穿内裤了吧？好，内裤这次给大家看看。填内裤的，他怎么这么多？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内裤就不用看了，打个马赛克。大家拜拜。